8月12日，有网友发现继范思哲之后， Coach 在 T 恤设计上也犯了类似的错误，将香港、台湾以与其他国家并列的形式印制在 T 恤上，不少网友要求品牌方出面解释并道歉。消息一出，任嘉伦方发声明终止与 Coach 合作，坚决捍卫祖国统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